我们姑且就把舒涵当做志愿。可是，如果有一天他恢复了所有的记忆，他还能当你的志愿吗？ 那时候，他会发现我骗了他，你骗了他，他的亲娘也骗了他，他会怎么想？他会觉得他这一辈子都生活在一个极度荒诞、荒谬的谎言当中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你会愿意 去承担这一切，去面对这个局面吗？你不要再说了，不要再说了，我不想听！不要再说了，佳怡，佳怡，我今天跟你说这么多，还有我说的那个秘密，是我埋藏在心里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的，佳怡。 你别再错下去了，我真的不希望你走我的老路，重蹈覆辙，一错再错呀！万一将来舒涵有个好歹，你会悔恨终生的。你给苏云讲的那些话，我全都知道。 高爷，您让我去的老弄堂，唐家老宅，顺发钱庄，还有这家客栈，我都打听了。你一进去，那个谢佳音就和秋香去了北平，后来那个杨素云也带着孩子去了北平。前些日子，弄堂里那个拉车的顺子也陪着陈曼青去了北平。这么说，他们都在北平了？是高爷，你打算怎么做？我不方便出去，张大东。 你帮我弄一张去北平的车票。好。都在。方便。怎么了？陈曼青来过了。他是不是来抢舒涵了？ 娘，我们搬走好不好？我们全家搬去他们再也找不到我们的地方。可是搬到哪儿去呢？上海、南京都回不去，北平现在也去不了了，这可怎么办好呢？我们可以去香港啊。香港。 对呀，我们可以搬去香港，那里的医疗条件好，宝弟的身体就不用担心了。而且跟这里相隔10万8千里，他们绝对不会再找到我们了。娘，我们带着志远，带着宝弟去香港吧！啊，我这就去联系我的朋友，我们去香港，再也不回来了。
我也认了。素云，你没事吧？娘，你还好吗？没事。你怎么这么早就来看婷婷了？是啊。婷婷，奶奶来看你了。奶奶，哎，乖乖，来慢点啊。睡得还好吗？嗯。素云呐、哎，来，把这个给换上。这可是从我的旗袍里特意选出来的一件，我花了一宿时间在旅馆里改的，那可是我跟老咕噜学的手艺呀、啊。嗯，里面还有新配的一副耳环，来，赶快去穿戴上啊。娘，您知道我不习惯穿旗袍的。哎呀，今天不一样，今天我们要去把舒涵给接回来，你这个当媳妇儿的不应该打扮得漂亮一点吗？嗯，乖，啊，来，行了，别扭了，快听娘的话去换上啊。可是，哎，婷婷，妈妈去换吧。听见了，你闺女都叫你去了，去吧。去吧啊。我们婷婷啊，就是乖巧，懂得奶奶的心意。哎，干嘛这么急着要走？北平不是挺好的吗？为什么一定要去香港？志远，我不都已经告诉你了吗？刘医生是心脏界非常有权威的一位医生，他好不容易去一次香港，如果我们这个时候不去，说不定就错过了最后一次给宝弟治好病的机会了。不错，挺合适的嘛。看来我跟老咕噜这手艺没白学呀。婷婷，看你妈妈漂亮吗？嗯，妈妈穿这件旗袍真漂亮，像天上的仙女一样漂亮，跟奶奶一样漂亮。呦，这小嘴儿真甜呐，的确很漂亮，是不是？嗯，真的。好像有点陷到泥里了，您下车帮忙推一下吧。好，我去，谢谢啊。老弟，想不想高叔叔啊？啊？想不想高叔叔？你想干嘛？
把包拿给妈妈。司机师傅，怎么样了？怎么回事？你是谁呀？志远，你把枪放下！你听好了，把这些东西全部换成金条，然后到医院找杨素云，让他告诉陈曼青拿着金条到凤凰里面来找我。如果他选择报警或者不来的话，你就跟他这么说，他永远看不到他孙子了。啊？谁是陈曼青？谁是陈曼青？志远，去医院找杨素云。杨素云知道陈曼青是谁。你别伤害他们，我会来救你们的。这么说，这谢佳音是诚心带着舒涵跑了，让咱们找不着，是不是？我本来以为谢佳音是个知书达理、深明大义的女孩，没想到还是不听我的劝，还是执意要这么做。妈，我是不是永远都看不到爸了呀？婷婷，你放心，不管爸爸去了什么地方，妈妈都会帮你把他找回来的。啊，嗯。婷婷放心啊，爸爸会回来。杨素云。错人了，你认错人了。我怎么会认错人？你是我的儿子，我怎么会认错呢？是他们骗你，你不是什么陈志远，你是我的舒涵，你是我的舒涵。我没时间顾这些，我要救我的家人。有个叫高立博的把他们给绑架了。高立博？他不是应该在上海监狱里吗？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他让我把这些银票换成金条以后到医院来找你，然后呢，让我带一个叫陈曼青的人到凤凰岭去找他。如果不去的话，他把他们都杀了。娘，你要找的那个人就是我，我就是陈曼青。你就是陈曼青？曼青，你跟我到山上去救救我的家人吧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我告诉你，我不会让娘去冒险的。娘，您不能去，太危险了。素云，事到如今，我只能去冒这个险了。高立博这个人，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再说了，他是冲我来的，谁去也没有用。如果我不去，那谁救宝弟呢？况且我这条命早就应该赔给秋香了。如果我真的能救得了他们，我这条命丢了也值啊。娘，好了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我心意已决，走吧。走，走吧。娘，素云，你好好在这里照顾婷婷，等舒涵回来。顺子，拜托你了。哎，走吧。走。唐夫人，小心点。奶奶，小心一点。宝弟，好不好玩？宝弟啊，一会儿叔叔再陪你玩，等素云和曼青来了之后一块上路吧。婷婷，慢慢喝啊。
顺子，嗯，我这心里啊，七上八下的，我有点不放心。素云，要不你照顾婷婷，我去。啊，不用不用，我婆婆、我男人、我儿子都在山上，你要是不让我去，我这心里怎么踏实得了啊？我是这样想的，你能不能帮我照顾一下婷婷？反正有什么事情你就找医生好了，我去去就回来。照顾婷婷没问题，主要是你太危险了。没事儿，高立博我跟他打过几次交道了，没事儿的。但是婷婷我就拜托给你了。你放心啊。婷婷啊，你要听顺子说的话行吗？嗯。这么远了，还有多久才能到啊？前面就是凤凰岭了。等等我！等等我！等等我！凤云，我不是交代过你要在医院好好照顾婷婷的吗？你来这里干什么？娘，顺子照顾着婷婷，婷婷没事儿。那高立波那么狡猾，我怎么可能放心你们俩去呢？有什么事情，我们一起面对吗？好了好了。别说这么多了，来都来了，走吧走吧。走吧。哎呀，娘，您别走这么快啊！快点儿！哎呀，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快点儿啊！我们来了，来了，他们呢？你要找的人在这儿，我陈曼青来了，你看，金条也带来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你干嘛呀？前面事以后再说，你说我想怎么样？你和你儿子都置我于死地的时候，你们把我往死里打的时候，你说我要怎么样？我要你们的命。杨素云来了正好，来拿绳子把他们俩绑起来。啊，我告诉你杨素云，你要耍什么花招的话，啊，宝弟在里边。绑起来，啊，娘，只好委屈您了。身后，我准备了那么多柴火，一会儿我一把火点了它。里边归里边死，外面归外面死。素云，你真听话，把他们绑好。我先送你们去见阎王。你发疯了你！等一等，我知道我们必须死。可是，在我死之前，我有一件事情必须要告诉你。说。我曾经怀过你的孩子。你骗我！可是我没有勇气，也没有脸面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，因为我不想让他知道他有你这样的爹。哟，骗我呢？我没有，高立博，我陈曼青身为一个大家族的祖母，我会用自己的名声来开玩笑吗？你要不相信？可以问素云，当时是他帮我打的胎，是真的。我高立博有孩子了，
我高立博也有孩子了。所以说你们女人没一个可信的，就跟我娘当年扔我一样，你们女人没有一个他妈可信的，都是骗子。我高立博有个儿子，你把他杀了，我要你给我儿子抵命，你必须要抵命。小心，邱相宜，邱相宜，你不要紧吧？素云，你没事吧？顺子，邱相，你怎么样了？邱相宜，邱相，邱相宜，邱相宜，邱相宜，舒涵。不是你的儿子，我是舒涵，不是志远。不管你是陈志远还是唐舒涵，都是邱相宜的儿子。你在说什么？时候，我娘都已经这样了，你还不告诉她实话？你说，他到底是谁的儿子？
你的生身母亲。陈志远，娘是你的亲哥哥，你是娘从小抱养回来的。是。怎么会这样？让娘再好好看看你。我是你的儿子，就像一你是我娘。佳音啊，娘。我在这儿，娘，咱们都别再骗自己了。舒涵的心里就只有素云一个，就像一边该放手就放手吧。求求你挺住啊，满清，我不恨你，这些日子我想得很明白，谢谢你养育了舒涵，给他熟读教做就像我也谢谢你生了舒涵这么好的一个孩子。舒涵，素云，秋小姨，我在呢。娘求你们一件事。您说。你说吧。给陈家生个儿子，让他光宗，耀祖。娘，秋香，秋香，娘，秋香姨。轻轻地，在冰冷风里落下来，熟悉的声音，陌生的距离，怎么会走到这里？心悄悄地，深深地，在寂寞冬里痛醒来，爱情的终点无尽。秋香，你的东西我都收拾好了，东西不多，都在那个箱子里。都等。
宝弟呢？宝弟这回受了惊吓，让他好好休息吧，我一定会来看他的。舒涵，你别恨我行吗？只剩遗憾。是你的生身母亲，陈志远是你的亲哥哥，你是娘从小抱养回来的，怎么会这样？你是我的，让娘再好好看看你。舒涵，你恨我吗？想想，秋香跟我们家的缘分还真不浅呢。我抱养了她的孩子，而你却在大街上救了她，收养了她，治好了她的眼睛，又让他阴差阳错地找到了佳音，佳音又抱养了你的孩子。你失去了记忆，又碰巧让他们找到你，这一切一切的巧合，唯一的解释就是老天爷刻意做的安排，注定我们两家人就要这样一直纠缠下去。舒涵，娘这一辈子做过很多后悔的事，可是唯一不后悔的就是抱养了你。虽然你不是娘十月怀胎生下的，可是娘对你的爱，对你的在乎，一点儿也不比生身母亲少。对不住，娘对不住你。娘隐瞒你的身世这么久，娘是太在意你了，我太怕会失去你，是我没了以后，就是娘在这个世界上最牵挂的人。娘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，你能理解为娘的苦心吗？秋香临终时候说过的话我都记在心里，等婷婷稍微好一点，我们就回上海，也把秋香的牌位接回去。以后你跟素云再有孩子了，就让他姓陈，而我就代替秋香好好的照看这些孩子，看着他们长大，也算是
我对他的弥补，对他的补偿。舒涵，舒涵，别哭了，娘。娘，对不起你，对不起。爸，怎么了？你看我手上的斑又多了，脸上也是。我看看。你还是别画我了吧，爸的画都是美美的。谁说这是斑了？你看，这是一只只美丽的蝴蝶，它们飞累了，就飞到婷婷的身上休息。后来它们觉得婷婷太漂亮了，就舍不得走。后来就有越来越多的蝴蝶飞到婷婷身上来了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来，你看看，画得好看吗？嗯。喜欢吗？小姐，您的咖啡。妈妈，为什么爸爸不回来陪宝弟玩呢？宝弟呀，婷婷姐姐生病了，所以爸爸要在医院陪姐姐啊。姐姐生病了，我也要去看姐姐。我们过两天去好不好？不嘛，我要见爸爸，我要见姐姐。宝弟，你如果再不乖，妈妈生气了。嗯，好吧，宝弟听话，那你一定要带我去哦。嗯。结果不太乐观，孩子的心脏、肾和肺都有衰竭的现象，血液也开始病变了。今天他流鼻血，就是因为血管的病变和长期发热的结果。这事儿你们必须要有一个心理的准备。怎么会这么严重？医生，心理准备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不会是说我女儿没救了吧？医生，你别！我求求你！我求求你！我求求你救救我的女儿！求求你救我女儿好吗？不要激动，听我说话。唐先生，唐太太，现在再好的药，对你们的女儿来说都没有多大作用了。我想，现在最好的办法，还是让他快快乐乐地度过他的余生。你们不要再把时间浪费在医院里了，这样孩子受罪，大人花钱，最后都是枉然。还是尊重孩子的意愿，让他过他现在想过的生活吧。我不要我的婷婷走，都是我女儿没救了，我不要婷婷走，我不要婷婷走。爸，回来啦。哎，见过医生了，医生怎么说呀？
就是普通的流鼻血，没什么的。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这样，您先回去休息吧。那行，你们多陪陪孩子，我夜里来替换素云啊。嗯，婷婷啊，奶奶先回去，爸爸妈妈陪你啊。嗯，奶奶晚一些再来看你啊。婷婷真乖。奶奶再见。再见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嗯，怎么了？你哭过了吗？没事，妈妈昨天晚上没睡好。